2018年最后一期就这样结束啦，是不是比你想象中要平淡呢？生离死结家祭负面一切如常，小小的韩娱圈并未因节庆的到来而有丝毫改变。仪式感有时是为了怀念时间，过去的这一年，隔壁的他们和又远又近的你，身在不同的时区，感知着相似的欢喜和遗憾。2018年最后一首片尾曲来自正在热播的 JTBC 金土剧盖城堡的 OST We Are Life， 由 Organic Science 乐队主唱郑真和演唱，作曲金泰成，作词崔正仁，一位是韩影界著名音乐导演，一位是电影歌曲御用词人，此番跨界韩剧《乐享者》和《追剧狗》都有耳福啦。至于为什么不翻成《天空之城》，咱们下期详聊。是的，本湖将迎来长达13天的双旦假期，下下周四 CB。这期间推荐刷的两部剧是被各大推剧号刷爆的《盖城堡》和不怎么有人提的《国标舞女孩》。搜狐视频韩娱播报经泡菜盛典投票窗口已开启，提名及参与方式详见10月22日置顶官微。今年增设了综艺奖，快来投出你绝对主观的三票吧！韩娱播报175期前的节目标题，可在官微搜索目录，之后的将在每个岁末补充，特别标注官微 ID 是节目八字全名“搜狐视频韩娱播报”。结尾完整视频和歌单 ，Still 官微 B 站搜索“韩娱播报”，阿博主认准搜狐综艺，明年见啦！ All right, What you want?